继续带你来看到周董是不是要订婚了呢？平面媒体报道，周杰伦等不及35岁结婚，传出6月就要和昆凌在关岛先订婚。一名自称是昆凌妈妈干儿子的网友在脸书上写道，收到邀请要坐着私人包机去小岛度假及参加天王的订婚，虽然没有直接点名，但从水手装、牛仔装等暗示出男主角就是周杰伦。不过周杰伦透过公司否认了这项传闻，不久后该网友也删除了周董订婚的相关消息。